因为它一个是左边，一个是右边的，所以你要去研究一下哦。传说巨神，这传说巨神好像很帅，嗯。对呀、啊，它可以左旋跟右旋，那你要看选择。也可以这样，也可以这样。对呀、啊，那你要看你是装在哪一边，哦，这个是最难的，哈哈哈哈，哈哈，跳跳跳，哈哈，那你现在就用错边了。它两边都可以用，所以你要去研究。对，你现在是用右回旋，就是一般的右回旋。天高啊，传说之神。那如果组装另外一边就是左回旋。空啊，传说之神。Go， 意义战神。对吗？也可以转另外一边呢，这变成左回旋，但是这样比较难哦。左回旋比较难哦。对呀、啊，哈哈，这个不行吧？这个你要好好研究练习一下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哇、哦！战斗陀螺，传说巨神，日本正版，最新的，它可以左右。